匡丹，一位出生于湖南长沙的女演员，以她的36F 身材而被誉为波神。匡丹最初是以舞蹈演员的身份出道，她的一字马和拱桥表演备受欢迎。在香港娱乐圈中，匡丹与波霸叶子梅经常被提及，他们的美丽外表和火辣身材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。然而匡丹不仅拥有出色的外表，还展现出一流的演技。他出演过多部经典作品，每一部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特别是他在《落鸟》中的表现赢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艺术片奖项。除了出色的演技和引人注目的美貌，彭丹还是东方女性中唯一三次荣获世界选美大赛冠军的人，实力与颜值兼备。据悉，知名杂志 Playboy 曾出价25万美元邀请彭丹拍摄专辑，但他坚守自己的底线，毅然拒绝了这一请求。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彭丹的身材也发生了变化，但他并不在意。彭丹表示，年龄带来的身体变化是必然的，他的心态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。大家觉得彭丹的电影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